回来了吗？我刚才说艾玛的武器一定得买，然后忽然间一个断线 ，OBS 断啊，我来确认一下哦，因为忽然间一个断线。有回来了啊！艾玛不愧是魔女哎，我买一下她的武器直接一个断。有啦，我们这可以换很多钱。我就直接换了，之前在那个银行就是21米拉啦，就多等于就是多11000，没关系，直接换了，让大家开心一下，买好买满。真是要咬紧牙关啊，那现在最重要的啊还有这个衣服啊，但这个蛮便宜的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提档减攻击力，瓦力给你一个，这2100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开心一下啊，毕竟移动 MOV 啊，移动距离有上升，就是一件蛮好的事情，避免他有没有他们打不到人。那连库特你都需要，你太废了吧？这个就是让人最心疼的，好贵哦。可是一定能换就是福，他没想到他又是一个 SPD 加5的。十件也才42000嘛，对不对？买啦，大家穿起来啦，穿起外套来啦。觉得有点冷，巧克力带给你们温暖，没问题。来多少人，买多少件，都给你们。我全都给你们啊！全部人都买，我的天哪！哦，有啊，刚刚那个有让我们的钱多一点了。哎，之后还有防具可以卖吗？感觉也卖不了多少钱。穷，断线法杖。哎呦，他也来了。不要习惯这件事情，今天要整理货架吗？不要勉强哦，狗狗，交给你整理货架喽，狗狗，问他，虐狗啊！我的天哪，看来工具的应该在地下室啊，我们等一下再去。武器买完还要改造，有没有？噔噔噔噔噔，塔勒斯学姐。話には聞いていましたが、その銀髪と漆黒の衣装は、わあ、私を話の海に沈めたいんですか？我还想他在震惊些什么，原来。でも確かにその姿は反則的というか、リーンを元ネタにしたラジオドラマ、今すぐ新しいエピソードを書き下ろしても構わないよね。一个广播剧，一个福的小说，BL 小说。申请长假，书籍资料由你负责。
哦，有一些梗哦，有点太过刺激了吗？啊啊，他的那个表情，我的天哪！艾玛的笑容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，艾玛？艾玛，我相信着你哦。我相信着艾玛，艾玛，相信你没问题，一定会放水，放水吧，艾玛。啊！哎呦！这也不错。好像还是有点难。去吧！哎呦呦，轻很多，轻很多！这好像还可以哦。就等你啦，没在害怕。有点 K， 有点 K。他那边超少哎、欸！啊！哇！太可惜了，脑袋打结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。我会回来的，我会回来的。哇，证明我不一样的。没事。哇，现在变快了耶。再一次叫，再一次。我觉得刚刚一开始前期还不错，后期有点慌了，有点五傻傻了。可以的、啊，这还行啊，对我有信心。你们刚刚是不是都对我没有信心？被他听到了，他会感受你，感受你们有没有对我有信赖。行，加油！想一下啊、哦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！
有有。攻击！呀！直接赢啦！你看，我就说可以赢吧。哎妈，对我最好了！我觉得第一场也是可以，只是那时候他攻击完之后，我不晓得怎么了，就眼睛看不太到了，很惨。嗯。啊，心满意足，心满意足。我觉得跟我们最近有在玩音乐游戏有差啊，比较能够看出一些所以然，眼力变好了。这些都还是没有新的啦，书都是旧的，所以应该也不用特别琢磨。然后它就是可以让你看看以前的，这应该就是闪鬼一、闪鬼二、闪鬼三的帝国时报啊，2006年。然后跟之前的小说，OK。刚刚明明画面看他还是瘦的，现在又变胖了。注定互相吸引。恋爱的力量哦，安娜。真的，艾玛真爱。没有赢了一次，李恩他想说啊，不小心赢了，哇！李恩又提出邀请，那这一次稍微放点水，爱心爱心。阿尼迪大嫂，你们来啦！それはこちらのセリフです。果然，阿尼迪一直在这里。お怪我がなくて本当に何よりです。それにしてもリーン君ってばますます色男になっちゃって、それで恋愛の方はどうなの？そろそろ本命は決まった？到底是谁呢？那就决定是你啦。保留我们的戏份。专属摄影师，御用摄影师啊，林黛果然是站在这里的啊。麻烦你了。はい、お薬ですね。どうかお大事に。好，那我们这层楼也聊得差不多了，就剩你们。究极的最新船舰。所有的各方技术于一身，打算单独行动，其实就只是要把它撕开而已。
换成钱就走啦。